有关本分局于一月六日4:37获报至辖区新来路处理疑似枪击案件，立即派员到场，但未发现有弹壳还有弹孔。经专案小组追查，锁定涉案丁男及车辆，并于一月31日14:00持新北地院核发之搜索票至华江一路执行搜索，查获丁男及友人等三人，并查获道具枪、瓦斯枪及玩具枪各一把，16发空炮弹，赃款272,000元及毒品等证物。巡逻一恐吓、违反枪炮弹药搭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之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。